防弹少年团 V 与 BLACKPINK Jennie 的恋情在骇客接连曝光约会照后基本上已经坐实，而两人究竟是何时开始交往的也成了网友间热烈讨论的话题。像是近日就有网友在论坛上发文推测两人可能交往超过一年了。根据网友的说法， Jennie 曾在今年二月将原先的白色床头板换成了棕色床头板，然而 V 最近被流出躺在 Jennie 床上休息的照片却是 Jennie 还没换过的白色床头板。以时间来推算的话，两人早在二月以前就已经熟到可以出入彼此家中的关系。此外，网友还透露防弹少年团在去年年末几乎没有参加国内的大型颁奖典礼，没想到却突然现身韩国最强狗仔 D 社举办的创社十周年演唱会，让不少人怀疑事情背后并不单纯，纷纷认为双方可能早就做好了交易呢。